真讨厌。怎么，生我的气了？1976年6月23号晚上9点，延安路立新大楼4楼405发生了一起凶杀案。死者叫李良，是新兴机床厂的工人，今年32岁，没有结婚，父母亲都过世了。昏倒在现场的女人是李良的女朋友丁娟，今年25岁，在芳香茶叶店工作。根据尸体的检验结果来看，死者的颅脑枕部有挫裂，显然是被钝器所伤。虽然死者身上和现场都没有发现明显的搏斗痕迹，但就受伤的部位来看，自杀是不可能的，属于他杀。另外，根据尸体的现象估计，死者死亡时间大约在干警到达现场之前的3小时，也就是6月23号下午6点左右。突然，干警陈明辉注意到李良的伤口上有一根非常纤细的羽毛，有点像鸡毛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受伤的创面呈弧形，估计杀人的凶器是扳头或者是带弯头的铁棍之类。根据对现场勘查情况的分析，干警钱凯认为可以做这样一种推断。首先，凶手是6点钟之前来到李良家，并且和李良应该是认识的，他们俩抽了烟还喝了茶，之后凶手趁李良不备将其打死在窗前。这个家伙很狡猾，现场破坏了脚印，抽过的香烟头也带走了。但他没有想到，在他喝水的玻璃杯上却留下了清楚的指纹。还有李良的笔记本上写着这么一句话：阿三，我绝不放过你。这个阿三是谁？和李良是什么关系？有什么矛盾？这也是个不能忽视的突破口。陈明辉补充道，还有一根鸡毛，不知道和案子有没有关系，可以送到动物研究所鉴定看看。干警小王也递来两个泥块，这是他在李良家卫生间找到的，兴许是个值得深入的线索。正说着，徐局长到了。徐局长很关心这个案子，这是他调来经手的第一桩大案，必须万分重视，迅速破案。钱凯问，领导有什么指示没有？徐局长摆手，谈不上谈不上，我对本地不熟，破案还是要靠大家。总之还是那句话，依靠群众连续作战，不让杀人犯有喘息的机会。徐局长决定成立专案组，由钱凯任组长，陈敏辉和小王协助调查。这个女人的神志现在清醒点了吗？丁娟是本案唯一的目击者，不过非常可惜，她没有看见什么凶手。昨天晚上店里闭门会开到7点半，散会就往李良家去，大概8点钟到，那时李良已经遇害。陈美辉点了点头，突然问，你们最近吵过架吗？丁娟眼泪刷的就下来了。李良是丁娟店里的同事介绍的，两个人认识的时间不长，3个月多，但性格很合得来，丁娟喜欢李良的心直口快，两人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不过前男友赵新华老来捣乱，昨晚上见面就是想商量商量这事儿。哦对了，昨天晚上丁娟下班又差点被赵新华缠住。客观上说，赵新华确实有作案动机，那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呢？钱凯、陈明辉按照丁娟说的地址马上找到长风客轮，赵新华在这当水手，两人兵分二路，钱凯找船长了解情况，陈明辉单独找赵新华谈话。经过一番仔仔细细的盘问，赵新华承认他昨晚确实骚扰过丁娟，也确实跟到立新大楼，不过他没进去。他还说大概7点半左右，他看到大楼里有个人急急忙忙地往外跑，脸黑黑的，年纪24、5岁。陈明辉哦了一声问，这么说你7点半到的立新大楼？赵新华想了想说，差不多，昨晚客人5点半靠岸，我先去找丁娟，看茶叶店关门又去了立新大楼。这一点赵新华确实没说谎，船长的航海日记里清楚地记得靠岸时间，6月23号下午5点32分。钱凯认为赵新华有作案动机，没有作案时间。从码头到延安路立新大楼最快也25分钟，如果真是赵新华作案，那他得拼了命的骑到立新大楼，一刻也不能耽误，进门就喝水，喝完就砍人。可就是这样的速度也绝对超过6点钟。排除掉赵新华，
看来嫌疑最大的还是这个叫阿三的人。经过调查，有两个叫阿三的和李亮有关系。一个是东海电视台的摄影师，叫方明山，小名叫阿山，熟人叫惯了呢，就都叫他阿三。李亮去新兴机床厂之前，在市民兵指挥部工作过，到电视台协助他拍过电视片。还一个阿三住在李良对面弄堂八号，这个人呐，因为脸生的黑，人家叫他橡皮鱼阿三。他在安徽黄山清溪农场工作，可是啊，三天两头的回东海，还经常在他家三层阁楼里聚众赌博，李良也偶尔去。说起来，他跟李良还真有点纠纷。李良父母去世后留下一笔钱，橡皮鱼阿三问李良借过钱，据说是没借成。俗话说，奸尽杀，赌尽盗。橡皮鱼阿三有充分的作案动机，那么时间呢？经过小王的走访调查发现，这小子昨天下午五点以后出门，夜里才回来。谁知道他干什么去了？邻居们也说，这个人不走正路的。钱凯大喜，好好好，今晚我就去探探底，顺便抄掉这个赌窝。正聊呢，陈明辉突然想起一事儿来。小王在卫生间找到的这两块泥十分蹊跷，根据东海塑料厂历年生产的鞋底儿看，从来没有这种花纹。皮鞋厂的鞋底儿也只有蜂窝型和放射型两种，这种沟壑状纹路极有可能是北方的解放牌胶鞋底。另外，从泥块形成的深度来看，这是双新鞋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个在黄山清溪农场工作，经常偷懒回东海的橡皮鱼阿三，就是谋杀李良的凶手。可是啊，可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，真相哪儿那么容易找？就说现如今看门扫地的老孙吧，谁能想到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呢？谁又能想到他被打成反革命，就因为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？陈明辉劝老孙啊，每年有风有雨，可这花还不照样开啊，想开点。老孙恨恨地说，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寻找真理不难，坚持真理难如登天哦。就说这根鸡毛吧，哦不，动物研究所说看起来不是鸡毛，是什么鸟的羽毛，要经过电子扫描才能确定。研究所这台扫描机几年没动了，估计开机调试得费一番功夫。说回这根羽毛，它犹如一个漂浮在405谋杀案上的幽灵，谁都没拿重眼瞧它。但存在就是存在，你可以不看不看，它依然存在。晚上五点半，钱凯打扮利索，准备晚上钓鱼去。女友阿秀随手掏一叠简报，抱怨说405案对吧，405案的简报怎么这么潦草，鬼画符一样。钱凯不评价，领导忙嘛，仔细点就是了。现在钱凯满脑子都是钓鱼，满脑子都是橡皮鱼阿三。说起来，这还都是老局长鲁峰同志教的。您瞧，老同志被打倒，关了七年牛棚，回到东海还不老实，又开始教陈明辉的小孙子了。小家伙学得极快，他说他将来也要当警察。老局长笑，你这么聪明啊，还是做个数学家吧。当警察，我关了七年，你爷爷关了三年，不好受哦。也不知几点了，烟抽了四五包，钱凯的任务也完成的差不多了。突然一阵急促的砸门声，开局终止。经过化验科同志仔细检查对比，橡皮鱼阿三的指纹并不是玻璃杯上的那个。奇了怪了，是赵新华认错人了？可是阿三又干嘛那么神色慌张？陈明辉觉得可能鞋子已经处理掉了，又或许作案的是两个人。案发后第三天，市委的电话已经第三次打到公安局，督促徐局长抓紧破案，消除不良影响。徐局长也犯难，这种事总得有些曲折的过程啊。同一时刻，钱凯、陈明辉已经将注意力聚焦到东海电视台的另一位阿三身上。一见面，陈明辉就觉出什么，总觉得这小子面熟。真要说在哪儿见过吧，也说不上。钱凯问：“有前科？”陈明辉摇头：“不记得，只是有点面熟。”据方明山的领导说，6月23号上午，方明山在郊区养鸡场拍片，下午4点半才回来，之后干嘛去就没人知道了。至于方明山和李良的关系，领导说好像不大合得来，李良那个人比较海派的。
但具体到因为什么合不来，台里不清楚，跟车司机或许了解。那个司机叫什么名字？叫刘，刘什么来着？哈、啊，我就是刘国强。好、哦。据刘国强说，方明山和李良一开始关系很好，后来越来越僵，见了面连话都不说，不知道因为个啥。一个月前在电和招待所，两人吵得很厉害，上车前吵，下车还吵，听着好像是李良问他要什么，估计是钱，李良身上蛮有钱的。招待所服务员证实了这个说法，每天给他们换床单倒垃圾，老是听见他们吵，一个要一个说没有。话头转到方明山这儿，好玩了，他说从来没有这种事儿。他跟李良吵架是因为创作理念不合，李良是个机床工，他哪里懂摄影，不懂还要瞎掺和，可不得吵。那么6月23号下午从郊区养鸡场回来干什么去了？方明山毫不避讳，那天下午刚回来就有人告诉他说李良找他，约他下午5:30在西河林荫道碰面。他到那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6:30才回家。钱凯突然问，有人看见你吗？方明山摇头，那地儿哪有人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趁这功夫，陈明辉偷偷从摄影机上踏下指纹，一对比真相大白。夜里2点检验科出结果，钱凯就一个电话打到徐局长家，警示下一步行动。徐局长大喜，人赃俱获，马上实施抓捕，连夜突审。殊不知下午被盘问后，方明山就消失了。单位说他下班就走了，老婆说他一直没回来。不到24小时，通缉令就发遍全市，各个汽车火车站口也全部派专人把守。案发第4天中午，钱凯陈明辉又到方明山家蹲守。陈明辉无意中看到方明山19岁时的照片，他猛然又觉出什么，眼熟眼熟，怎么越看越眼熟。钱凯说肯定是有过前科，你忘记了。方明山是那天下午被发现的，从发现到被抓获全程不到一刻钟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方明山矢口否认谋杀案，他说他跑是因为心里闷，出去散心。这不鬼扯吗？钱凯喝道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有证据在，你不承认我们照样定罪。徐局长也说，这种亡命徒啊，没有一个好对付，都是顽固分子，审问是个苦差事，还是交给预审处吧。至于405谋杀专案组，放假3天，钱凯忙他的婚事去，老陈同志也好好休息休息。正说着，动物研究所打来电话，羽毛扫描结果出来了，是相思鸟。距离东海最近的相思鸟栖息地在安徽黄山。黄山，钱凯突然想到，橡皮鱼阿三不就在黄山清溪农场工作吗？钱凯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，户籍干警说阿三刚回黄山。钱凯又一个电话打给徐局长请示，他得去黄山一趟。另一边，陈明辉找到东海电视台打听方明山最近的请假出差情况，人事部说方明山没有去过黄山。老陈纳闷了，难道说凶手是两个人？正想着，一辆大卡车突然冲过来，老陈被他一别，险些摔到路中间，好在最后虎口脱险，只破了点皮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老陈当机立断，买了夜里的火车票，一路杀到黄山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橡皮阿三的房间里养了2只相思鸟，床底下有一双大半新的解放鞋。没错了，就是他。阿三人呢？老陈问。他坐班车回东海了。哦，这走了多久？大概1刻钟。紧赶慢赶总算追上，可是问题来了，阿三跟方明山一样，都心里有鬼，但都不承认405谋杀案。据阿三说，他确实跟李良借过钱，被拒绝了。他心里恼啊，6月23号下午他打听到李良不在家，于是就悄悄潜入房间想偷点钱。偏不巧刚进屋就听见外面脚步声，是两个人，两个男的，一个是李良，另一个不熟悉。阿三吓都吓死了，就怕他们到卫生间来，可这是4楼啊，跑也跑不掉，于是他猫在角落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这期间他听见有人大叫一声，之后又听见倒水的声音，又很久没有动静，他才敢开门溜。出门的时候遇到个男的穿白衬衫，像在等人。阿三心里害怕，没敢细瞧。还有呢，
你穿的什么鞋？钱凯问。阿三咽了口唾沫说，解放鞋，那鞋底软，声小。正说着，徐局长打来电话，说市委的领导到局里来，想具体了解一下案子。钱凯作为组长，自然是他要回去做汇报。老陈觉得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好好待几天。尤其是那根羽毛，至今还没和案子连上，不对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陈明辉从互联老吴那还真问到关于羽毛的事儿。这相思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老吴的职责就是看守林区，保护这些相思鸟。6月22号那天，有两个人开车进来，打死了好几只。两个人态度嚣张得很，最后被罚钱还叫嚣，说只要他想，分分钟就把林区踏平。叫嚣的那个人叫林福根，开车的叫刘国强，车号是88-26-411。这林福根跟405谋杀案有什么关系？跟李良又是什么矛盾呢？6月22号前后不过一天，正想着，突然从暗处窜出两个人，拽住陈明辉就是一顿打，把他身上的记事本还搜了去。彼时恰好邻居卡车经过，老陈装晕，趁他们不注意，一个箭步攀住车厢后挡板，又是一次死里逃生。是谁干的呢？橡皮阿三，他们那帮人没这个胆儿。方明山也不大可能，他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。钱凯吐了口烟说，老陈，案子都转到预审处了，徐局长也说了，我们就别费劲了。再说了，得顺着领导的意思不是？你不怕运动啊？还想再关3年牛棚？我可还真没考虑过，我只是想，不把问题彻底查清，我们就有可能会冤枉好人。陈明辉凭记忆找到了88-26-411，这是一辆市民兵指挥部的车，司机就是刘国强。稀奇的事来了，上次找刘国强好找得很，这一次怎么不见了？负责人说，这老小子没准头的，不定什么时候回来。陈明辉不放，那请你给我个地址，我去他家找也行。另一边，放大假的钱凯跟女友黄丽搬进新房，家具啊、摆饰啊也都买得差不多了。这房子是徐局长特批的，要不是这次破案，不能这么快住进来。说说聊聊，也不知怎么又聊到案子，又聊到老陈。钱凯有意回避，劝黄丽，这年代动荡得很，一切小心呐。黄丽叹气，是该小心，但有些事儿不是不看就能过去的，更何况我们都是党员。此时老陈就顺利找到刘国强家，并意外在桌上看见一盒火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上面的字儿就是刘国强的笔迹。聊了几句，气氛越来越奇怪，刘太太上赶着，眼看都要脱衣服。陈明辉的担心不是多余，还好早走一步，不然后果很难想象。麻烦了麻烦了，405谋杀案牵扯的人越来越多，线索越来越乱，现在连司机刘国强都被搅进来。陈明辉想不明白，刘国强没有作案动机啊，再说了，真是刘国强作案，玻璃上的指纹怎么会是方明山呢？那是我的。哎，老鲁，这茶杯，对，是可以这样的。对，老哥俩突然回过神来，玻璃杯是可以换的吗？方明山的指纹，杀李良，凶手要具备这样的条件，既认识方明山，又认识李良，那就只能是刘国强。哦，对了，老局长突然想到，如果按照刚才的逻辑往下推，那方明山就明摆着是被人害了。陈明辉一刻不停，马上赶到局里。奇怪的事又来了，预审处没有叫方明山的犯人。陈明辉傻了，比见鬼都见鬼，好好的大活人，说没就没了。瞎转悠呢，老孙头提着灯拐过来，又开始发牢骚，说局里的领导们呢，又看内部电影去了，就留他一个人看门。陈明辉一愣，没人了还看什么门？老孙头说，不没人，地下室还一个呢，天天被打，就看他呗。果不其然，正是方明山。一见面，不等陈明辉开口，方明山就没好气地说，我没材料，你问多少遍我也没有。陈明辉摇头，什么材料？我问你，既然没杀人，为什么要跑呢？
方明山笑，苦笑，眼泪都笑出来。陈明辉猛然惊觉，怪不得眼熟。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有个叫李明的，不知道你认识吗？解放前夕，伪看守所里曾经关押过一批参加反饥饿、反迫害斗争的青年学生，其中有个是学生运动领袖，叫李明。陈明辉接到地下党通知，要设法救出李明同志。那晚，趁着别人喝酒唱戏的功夫，陈明辉拉下电闸，偷偷溜进大牢。战斗，自由。在黑暗中，在混乱中，李明同志穿上陈明辉提前准备好的制服，成功逃脱。一转多少年过去了，不记得，但是警察还是警察，囚犯还是囚犯。陈明辉摇头说，历史是在严酷的再现啊，过去我们是战友，难道今天就不是了？风再大，绝吹不到高山。到此，真正的故事才缓缓拉开帷幕。三个月前，方明山接受了拍摄东海民兵电视片的任务，市民兵指挥部派了李亮来协助工作。对这个畸形发展的所谓民兵组织，方明山是早有看法的。在这次工作中，调查了很多重点单位后，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：他们在防空洞里制作火炮和各种乱七八糟的新式武器，根本没有经过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批准同意。他们还私自动用了许多进口特殊钢材，瞒着国务院和上级。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不言而喻。方明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他必须把这些重要材料迅速报给中央军委。打那以后，李良就逼着他交材料。三天以后，电视台下了通知说电视片取消。一切都是那么突然，一直到6月23号，李良被突然杀害。再之后，警察局就找了电视台。对这一切，方明山早有预料，于是他跑了，他要把材料藏到某个安全的地方。临走之前，他还没忘记帮女儿批改作业。玲玲呢？睡了。就这么着，从市区出发，他七绕八绕做了很多假动作，最后在麻县的一个郊区把材料安全藏了起来。陈明辉越听越不对，那指纹呢？你没去过李良的家？方明山说从来没去过。陈明辉又问，那李良也没找过你？方明山想了想说，找过，6月21号中午跟刘国强一起到办公室来过。正说着，外头嘈吵起来，电影结束，陈明辉得赶紧走了。很明显，405谋杀案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迫害，目前为止牵扯到三个人，方明山、刘国强、李良。李良死了，借方明山的名义，那么凶手就只能是刘国强。方明山最后一次见李良是6月21号中午，玻璃杯上的指纹就是那天借走的。两天后，也就是6月23号，刘国强带着玻璃杯到李良家。因为那天下午李良跟丁娟有约，所以他三番五次的朝窗外看。刘国强就是趁这机会将其杀死，之后换上玻璃杯，又模仿李良的笔迹写了一句干扰视线的遗言。这就是为什么橡皮阿三说他先听到有人大叫，后听到倒水声。陈明辉确认过，火柴盒上的笔迹跟那句迷惑的遗言出自同一人之手。陈明辉进一步解释说，为了证明方明山有作案时间，刘国强还布置一个电话，有意让方明山在六点之前离开电视台，去什么荒无人烟的小树林。至于此案的另一个嫌犯林福根，目前还没什么线索，不过陈明辉已经根据名字找到了东海市67个叫林福根的人，一个一个筛，肯定跑不掉。之所以要找林福根，是因为虽然他不认识方明山、李良，但他22号跟刘国强打过鸟，他很可能知道刘国强的杀人动机，以及又为什么要嫁祸给方明山。老局长突然向钱凯发问，为什么有些人对这个案子抓得特别紧，又为什么浅尝辄止，不再深入？还有，老陈在街上被车撞，在刘国强家和黄山两次遇险，这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办得到的。钱凯吓得目瞪口呆，想说什么，挪了挪嘴，终于没说。
老局长长长叹了一口气说，追查刘国强固然重要，但问题的根远不止台面这点。陈梅辉明白老局长的意思，天一亮就到局里取了玻璃杯，拿到电视台做比对。经过台长和一众领导的确认，这个玻璃杯就是东海电视台的玻璃杯。保护证据，保护同志，保护材料，保护人民。可是任谁都没有想到，天一黑，陈梅辉又被不明分子绑走。这次他要找的人自己送上门来，林福根，他就是打鸟的林福根。陈梅辉本还想好好坐会儿跟他套套话，可没想到这小子毫无规则可言，完全就是个造反派。老陈出手了，以一敌三不在话下。种豆呢，钱凯和小王也及时赶到。到这会儿终于弄明白，这个林福根是个区民兵头头，刘国强也是民兵，李良同样是民兵。杀李良的意思是上头下的，因为他弄不到方明山的材料，人又嘴快，怕他走了消息。设计杀李良的方案是刘国强给的，陷害方明山也是刘国强出的主意。林福根说，其实刘国强还有别的打算，他问李良借过800块钱买电视，把李良弄死钱就不用还了，同时再把事儿献给方明山，一石二鸟，他还能升个官之类。正说着，外头来了100-200民兵，将码头围得严严实实。钱凯、陈明辉、小王三人退无可退，只得跳江逃生。不出意外，第二天一早，钱凯又被放了个长假，陈明辉被徐局长一纸调令提到县劳改农场。陈明辉恍惚间好像看到真相似的，闪一闪就过去了，就像这个动荡的年代。同一时间，枪毙方明山的命令已经下到市局。他们要枪毙方明山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看，这天底下有没有公理呀？斗争，永不停歇的斗争，从警察到警察，从囚犯到囚犯，一个一个怀揣热血的青年被斗争斗得死去活来，真是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。老陈想明白了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他要对得起这个称呼，他只服从真理，绝不向强权屈服。当晚，老陈便加拟了一封通知到监牢提人。按常理说，有通知就可以，但可想而知，方明山是多么重要的罪犯，他被特别照顾，有势力派人专门看押。陈明辉灵机一动，一通电话打给老局长。老局长老革命了，枪林弹雨走过来的，微微一笑说，哦，开会忘通知了，你告诉一声吧。狱长耳朵灵，听得差不多，赶紧放人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也要跟着一起。陈明辉拗他不过，只好给拉着，然后半路装车坏再给送走。他呢，得马上带方明山同志去麻县取材料。他这一走，徐局长可吓破了胆，命令市局全体出动，封城抓人。这是我一个老上级的亲笔信，你按照上面写的路线走，到达目的地，你把材料交给一位姓赵的首长。啊，那你呢？还是那句老话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真理永存。保重。战斗，自由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真理永存。亲爱的同志，我们在黎明分离，互道珍重，挥手致意。我们怎么告别呢？像当初见面那样。